林晴晴台北报道，上个月才刚以外籍高级专业人才规划取得身份证，获得中华民国国籍的吴凤今天下午现身桃园中正机场，准备前往纽西兰，才刚结束台北传统市场节的直播采访工作。吴凤立刻马不停蹄地搭车赶到机场，这是我第一次用台湾护照出国，也因此这段旅程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，希望也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谢谢台湾。对独自呆机略有恐惧，正确又难掩雀跃之情的吴凤说，这次未能带妻女同行虽然有点遗憾，但为了工作也没办法。回台后吴凤即将赴家夜路世代壮节目，内容同样也是宣传台湾在地文化。对工作始终充满热情的他，正以他独有的主持风格与观察视角拥抱台湾这块土地。吴凤第一次拿中华民国护照出国 ，HIGH 秀出紧张。记者林晴晴社，吴凤上个月才刚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并拿到护照，今天15日下午现身桃园中正机场，准备前往纽西兰。记者林晴晴社。